一个自然界的一个，来呀，那个你先，谁马都谁掉。我接下去，这台现在可能在怎么样？这个。 是买 body 的话，包镜头的话3000，加一个18，那个镜头是多少？3000。那一天就来他了，几十千。我那个才一千，你那才来个，他今天才来个，他做什么？他的 lens 很出名，随便全部都卖光了，高了。 可是你有需要吗？就好像 HiFi 咯，几百万这样子。可是你听得出没有？丢了那这样多钱进去？啊，有没有用？一整天都在用它啊。啊，就是你有没有利用那个利用价值？没有，用了，耗得再了，用再换，再换更多嘛。而且至少可以。